绍是我们神送最新出的 S8500 Wave。第一个，它的整支手机呢是只有 1.1 公分不到，然后是全铝合金机身，然后一体成型。这个 CPU 的部分呢，它有支援 1G 的核心处理器，全球第一台 Super AMOLED 的萤幕，它比原来的 AMOLED 的萤幕更薄，触控的灵敏更好。它在录影功能的部分呢，是有支援这个 HD 的录影播放，那它也有内建 3.5mm 的耳机孔。它整个的触控的感觉呢，其实比以往的三星手机来讲都要顺的很多。好，现在来跟各位介绍这支手机它的社群的功能。像这个 Facebook， 你可以把你最喜欢的朋友呢把它加进来，它可以把这个最新的股票还有最新的天气呢还有新闻呢可以直接显示出来。社群上面的朋友他们最新的一些讯息在这手机上面呢可以直接都可以看得到，像 Yahoo 啦、 Google 啊、 Windows Live 啊，你只要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就可以直接使用。你的电子邮件啊或者你的行事历啊，直接在里面打好账号密码， Social Hub 里面的功能就可以看得到。